刚刚不一样的感觉。好，那就我们来听这个第三言，对。在耶稣的十字架旁站着他的母亲和他母亲的姐妹，还有克罗帕的妻子玛利亚和玛利亚马达勒纳。耶稣看见母亲，又看见他所爱的门徒站在旁边，就对母亲说：“女人，看你的儿子。”然后又对那门徒说：“看你的母亲。”就从那时起，那门徒把他接到自己家里。所以耶稣 的爱真的有 很丰富的。我们可以说耶稣爱每一个人，爱大家，爱也是爱每一个人。然后可是他不是一般的，不是一个抽象的爱。所以我们看现在耶稣要跟自己的母亲玛利亚有一个分离，这个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。特别我们回想爱的这个经验，一定有这个分离的这个经验。这个分离也是一个痛苦。看见这个福音，我们知道也是不用害怕。这个分离是暂时的，可以先说。是真的，是一个给我们痛苦的一个分离。可是是为了一个表达一个更大的爱，更大的关系。这边我们看耶稣跟若望说：“你看看你的母亲。”好，要跟玛利亚说：“女人，等一下我们再讲这个。看你的儿子，他爱玛利亚，他爱若望，然后他要若望。”接受玛利亚为他的母亲。所以这个爱真的变成到底一个爱，我们到底爱耶稣，也爱圣母玛利亚到底。所以叫她女人，这个是跟神学有关系，当然不是一个没礼貌的东西。在若望福音，耶稣没有讲过母亲这个字，因为玛利亚是女人，就是新的厄娃，是女人最标准的、最代表性的女人，是不是对不起？她是相反的说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后来在台湾，他们你弥撒的时候，他们有改成母亲，可是神学上是不对的，是不一样的。可是一般教友可能觉得没礼貌 ，OK， 可是不是。这个爱包含一个牺牲，可是这个是要有一个新的经验，所以耶稣在这边，托付玛利亚给若望，也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亲友，我们也可以托付给天主，就是。我们在主内，也在耶稣内，我们不用怕一个分离啊，特别这个死亡的分离。因为这个关系一直都会有，其实有一个新的一个新的体验，在乐园，在天堂那边，真的跟我们的亲友的关系是会变成一个我们没想到的。的经验，那就这个要相信，要渴望，现在就有这种的，我可以说一种贞洁的关系，就是一种距离，健康的距离。我不是要拥有你，你是我的 ，OK？ 那就如果我强调这个，像我能够救你。可是我救不了你，我们救不了任何人，我们最爱的人，我们救不了他，我们无法真的救他的生命啊。
可是如果我们托付给天主，那就他的这个不止我们所爱的人，也我们跟这个人的关系，他会拯救，那就很不一样的。我们要学习跟我们的亲友、孩子、自己的母亲等等，一开始有这个关系，在主内有真的托付给他，这样这个关系是更有意义的。因为我们不要忘记，耶稣的十字架跟耶稣的复活是一致的，无法分离的。那看一下那个音乐的部分，这个是那个ABCDE 的E大调，是海顿最喜欢的，所以不错了。有跟母亲有关系的，他有用最喜欢的，所以要爱妈妈。那一样的，你们看 ，Mulher 是女人 ，OK， 这边 Ecce filius tuus， 有这种的旋律，就有一点像第一眼的那个 Pater 的旋律的，不是一样的，可是很像。所以讲到父跟母亲呢，就是好像有类似的感觉，然后有一点点的那个停，谢谢，这个感觉是，啊，我对我来说，这个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看到自己的母亲。可能到了最感动的部分，就好像讲不出来那一句话，不是很简单。女人看着这个孩子，就是不是啊，帮我买高丽菜，不是这种。想到这，我们要有想象力。耶稣看见圣母玛利亚，她的母亲陪伴她三十多年，然后耶稣也体验到玛利亚的痛苦啊，那就要讲那句话，一定讲的，像我觉得海顿用的，讲一点点，再讲一点点，再讲完。我觉得这个音乐让我们体验到这个感觉，好像一个孩子跟妈妈讲话，就是一个在哭的一个孩子在讲话。对我来说，这边孩子没有想到女人这个字，想到mother 就是母亲，对我来说有感觉是很亲切的。然后最后真的有音乐让我们知道有这个分离很具体的，好像有点突然，有很清楚。这些话这些东西不是一个比喻，这是一个现实啊，是一个事实。所以我们等一下我们马上就听，希望会体验到耶稣看见母亲的这个体验。
好的誓言，我们先听听福音。到了第六时辰，遍地昏黑，直到第九时辰。在第九时辰，耶稣大声呼号说：“厄罗伊，厄罗伊，勒马，撒巴黑塔尼。”意思是：“我的天主，我的天主，你为什么舍弃了我？”旁边站着的人中有的听见了，就说：“看，他呼唤厄里亚呢。”有一个人就跑过去，把海绵浸满了醋，绑在芦苇上，递给他喝，说：“等一等，我们看，是否厄里亚来将他卸下。”这些话真的是很戏剧性的，可以说就是很有很多感觉。当然是耶稣讲那些话。第一个我们可以注意到是这边是什么语言？什么？对呀、啊，阿拉文、阿拉美文，不是希伯来文。希伯来文是在会堂那边用的比较高级的，这个是算是他的国语，他的方言，就是所以很有意思，因为他耶稣讲的是凭他的，可以说他的母语，用他的母语用的。那这边好像天主会面对天主的沉默。好，我们要接受天主是一个奥秘，不是完全不懂他，可是还是要了解，要接受，要深入这个奥秘。在我们不是抽象的奥秘，在我们生活中，有时候天主真的有一个奥秘的画面。好，我们要接受这个事实，我们会深入。奥秘不是看不懂、听不懂的一个东西，是可以不断的深入的一个伟大的事情。奥秘也是别人人际关系，另外一个人是一个奥妙的一个存在。如果完全没有奥秘，那这个东西没有价值，很容易了解。如果是有一个奥秘，更有价值，更值得深入它。那天主是一个奥秘，特别在痛苦中要接受，可是也要跟耶稣一样，有一个呐喊去求他来救我们。这个经验，这个呐喊，这个为什么、为何，这句话，真的是让我们知道，虽然天主是奥秘，我们还可以跟他讲话，向他喊叫。所以耶稣不是说为什么天主舍弃了我，他说我的天主，我的天主，你为什么？所以他知道天父在听他，这个很不一样的。我们要记得耶稣甘愿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所以这个不是一个意外，是他因为天主，因为要侍奉天主的旨意，又到了这个时刻，所以他跟天主的关系一直都在。那我们在痛苦中也要知道，我们的终极目标也是那个我们讲的那个复活那个乐园。其实应该你们都知道，这句话是一个圣咏的开始。然后这个圣咏很长，最后真的是那个祈祷者，他赞美天主，我救了他。所以耶稣这边我们听到的一个开始，可是他的这个圣咏的结束是那个光荣，是那个复活。那关于音乐呢？谢谢。关于音乐，那个音乐真的会表达耶稣的哭泣，很明显体验到
耶稣是真天主，也是真人。我们的哭泣啊，也是天主的哭泣。他真的体验到我们的难过，我们的痛苦，其实是我们无法体验到他的，他能够体验到我们的。所以我们的所有的眼泪，耶稣知道他们的苦味，可以这样说。这个音乐我觉得有帮助我们了解这个，体验到这个。我们不是孤单的，天主哭了，跟为我们也跟我们一起。音乐有时候停断了也是一样的，像一个对一个哭泣一样的，然后有时候会那个哭泣会爆发了，比较那就我们都可以有一个共鸣，那就我们听，等一下我们想听这个乐章，然后我们想天主哭了，为了我们的罪，为了世人的罪，那就听到这个也可以想到每次弥撒的时候，神父说请看，就是天主的羔羊，请看除免世罪的，是罪者天主的羔羊，求你垂怜我们，这个是很我们要多么想这一块，就我们来。
第五言，好，我们先听福音细词。耶稣因知道一切事都完成了，为应验经上的话，遂说：“我渴。”有一个盛满了醋的器皿放在那里，有人便将海绵浸满了醋，绑在长枪上，送到他的口边。我渴，你们看在拉丁文那边就一个字，一个动词 ，sitio 是这样念的，很短，一个动词而已。然后，这个是首先一个身体上的一个需求，一个问题啊，渴了。其实那个。圣咏那个我的天主，我的天主，你为何舍弃了我？然后有一些里面有一些话，就是形容后面耶稣讲的我渴，所以这个耶稣的受难是很具体的，真的很多种的痛苦。可是当然，这句话很有意思，不只是因为知道耶稣很渴，真的是他的渴是一个渴望。OK， 渴望什么？渴望拯救我们，什么意思？渴望喝完这个苦杯，那个苦酒，是不是在橄榄山说：“天主，如果可以的话，远离我这个苦。”很好，谢谢。对啊，现在耶稣当接受天父的计划，那现在他渴望喝到最后一滴，这个绝，为了拯救我们，这个很苦，因为意思是要喝到底，接受到底我们的罪。历史上全世界的罪都在这个杯子里面，耶稣渴了。我们想想这句话真的超级有意思啊！他真的，如果他没有放在他的十字架上，我们的罪无法拯救我们每一个人的所有的罪。这个。我们看这句话，我渴啊，希求，一定会想到那个德蕾莎姆姆啊，在印度那边，因为他年轻的时候，他有听到耶稣跟他讲那句话，有英文讲，他说我渴，我渴望你，渴望你的爱，我渴望这些灵魂，就是这些人能够认识我，渴望拯救所有的人。德蕾莎姆姆听到这句话，那就开始他的使命，很有意思。所以他的在他的修院的对的这些圣诞那边有一个一般的十字架，然后旁边有。英文写的这句话，这句话 ，I thirst, OK, 我渴，这边是拉丁文，所以刚等一下我们听音乐的那个图片呐、啊，就是在卡尔库塔那边，在印度那边，德蕾莎姆姆的小圣坛的东西，看到一些修女在那边祈祷，我觉得有意思。那关于音乐呢？关于音乐。很有意思，因为，耶稣的声音变很弱很稀，先有这个，好像一个对我来说好像是一个鸟，一个小鸟在，它口渴了，是肚子饿了，这个很稀的声音，然后这边有。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，这边哒哒哒哒哒哒，然后那边耶稣唱滴哒，很细的，所以先有小提琴，还有其他的音乐。其实以赛亚先知书有讲，我好像一个
一个 banjo 一样的在一个碗，所以我都每次看听到这个想到那个以赛亚的那句话，所以先有小提琴，然后那个管乐器也都在唱这个这句话，然后有这些这个叫 bozo 那个提琴就是这样子 ，OK， 对啊，都滴都滴 ，OK。好像一滴一滴是可能是一滴水或一滴血，我不知道，可是有这个感觉，或是眼泪也可能也是，好像都不会结束，一直都有，都滴都滴都滴哒哒哒哒哒，都是这样子，我超喜欢这个部分。然后，可是后来这个没有了，有一个就变成有一个渐强。然后一些反复的敲打，就是变成超级大声，然后真的体验到这个耶稣咳的这个强度 ，OK 的这个强度的感觉，那就我们就听。
好，第六言，先听福音。耶稣躺在那时，便说：“完成了。”